警方反對民間組織今個星期日發起的九龍遊行。民間組織施泳團隊早前在 Telegram 宣布，計劃在5月10日下午發起九龍大遊行，由尖沙咀中樓起步，經梳士巴利道、在摩地道掉頭，以尼敦道和亞街老街作為終點。他們3月初申請不反對通知書，中午收到警方回覆，或考慮到政府延長了限聚令，又需要維護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，反對遊行申請。施泳團隊表示對警方的決定並不意外，考慮到早前其他團體上訴都失敗，決定將遊行延期，一期稍後公佈。